三十秒的话，如果三十秒过后，我们三十秒过后开始放素描的啊。我给你撇一个，然后我就走了啊。视频能过审，你直播看不了。视频是能过审，没错啊。但视频过审了，人家可以说是啥呢？这视频的那个平台监管不力，啊，也导致视频流出。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你为什么不跟我闪呢？你闪现啊！哎，好一个人头没了，靠！干他呀！这潘森他妈一管血还搁这儿，我打死他！你玩个游戏真是费劲。视频可以放，可以说是视频监管不力。我们如果看，那就是俺们变相宣传，一码归一码，他们可以这样说。你这是不是？我给你个小儿子，小蓝脸汉，给我上去咬他！兜。咱这大树这一把来个什么神话装备呢？来个这个吧，既加技能级数，又加法力值，我觉得行。炸！我让你根本就进不了草丛。炸！哎呦我操！哎，小蓝莲汉炸！等我到个山行不行？哎，杀潘森，杀潘森，潘森没有血。小蓝莲汉炸！这加血是为了什么？收你两个兵。蓝炼汉的折磨，哼，蓝炼汉的痛楚，好补。给我拿60块钱呢，我并不是为了你啊，兄弟，说实话，我只是为了我那60块钱，你其实跟我没啥关系。蓝莲汉的苦楚，来一个苦楚。来本杀人书吧。80，干啥80？我为了我这60块钱啊，246嘛，60块。膨胀，这膨胀什么？AD 不死，我不死啊！兜儿，
我的人头没拿到。呀，这小黄毛 E 怎么好了呢？上波 E 交了呀，那不行啊！这波我告诉你们，玩个绝的 ，A 接 W 让 ADC 扛塔。不对呀，怎么能不是 ADC 扛塔呢？这因为什么呢？这为什么不是 ADC 扛塔呀？是他打的太慢了哈！我直接警告他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下次再不跟上我，我就走了，我就走了。我直接跟他说，我说我就直接就走了。我都不管他，我们威胁他，明白不？威胁他。田园不再有牧歌。跟的太慢。无娜去哪儿？去别的地方。还去哪儿？别问我去哪儿，我一个炸的潘森半管没了。呀，这三个小兵，我靠！我炸！哎，老树盘根，小蓝脸汉上！哎呀，炸死我了！无所谓，你跟上我就行，这我不生气啊，我可以死，没有事。这你是跟上我了就行，你别整的我死了你一个没杀了，这就可以，你知道吗？A 他有被动，还 A 他有被动的，我到他面前他啪一个扎就暴击，直接给我扎死，还被动的。我不会上的，诶，捆住致命点炎，弄啥了呀，不要杀大树，小蓝厉害啊啊，操，杀他，小蓝脸汉，往这儿走，直接能给他炸死。他就这么点血的话，可以直接炸死。希望重新怒放。人有点多呀，这。哎呦，这都没死，跑地快呀，兄弟。你往哪走？我上面就有小蓝连汉。哎呀，300块，我都没想要，他彗星砸死的。我们回家直接蓝连汉的苦楚啊！
上路的猴好像有点无敌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只要把 E 技能给他 CD， 就是降到三秒左右，四秒左右吧，四秒左右一个小儿子就可以了。嗯，这可不行哟。先去插个针眼儿。那蓝青在这打龙呢，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啊。蓝烈汉的苦楚，你可别我炸着你，我告诉你。你给我回来。把一血塔拿了吧，要不然上路拿不下来了。赶紧把一血塔拿了啊！你像这把对面上单比较肥的情况怎么办呢？把这个节奏啊给它调快，知道吧？不要让对面上单有时间把上路塔推完然后下来。如果他上路塔推不掉，他将会很难受。来，法穿孩子是得要的啊，然后咱下件装备法强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鬼术可以，沙漏可以，冰杖一般般，鬼术吧，出个鬼术。把塔守着，把塔守着，把塔守着，守塔啊！恶魔之勇不好用，因为我们根本不会去上去，你知道吧？来，小蓝烈汉下来给大招，捆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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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捆。把对面上路的节奏给他打乱，让对面没有办法说是推完塔下来支援。哎，我恶魔之勇没用，我都不如出个星界驱驰，你知道吗？先插个眼儿，哎，这个老潘森自己往前飞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你敢飞吗？嗯，这你敢飞？现在基本上谁进草丛就是半管血，半管血就已经没了。哎，我们就放点小蓝烈汉。在他们走的必经之路上给他放一个儿子，看着没，直接半管。个老猴
为啥不冰杖大面具？不知道，你自己想一想，为啥不冰杖大面具？这件事情得由你自己反思，兄弟。树的耐心。回家杀人叔。我们吃你个车，你非得不非得把别人往回引。暗影降临，正如人类殒命。现在我们的儿子7.14秒一个，啊，80%的冷却来一个。你看我炸那猴，看着吗？直接半管，还在里边回城，来回。我就炸的咖喱奥都1/3。我将终结禁忌的魔法。直接打吧，这峡谷先锋，他们来不了这。我把那眼儿一排，往草丛里边放点儿的，他们就进过都过不来的。为了防止你们这帮傻子不会放这小玩意儿呢，我决定这个还是我单吃，好吧？惩罚他们的代意，老树盘根。我这儿子让对面的上单都没办法要后，左边再放一个，想进草丛要后没用，要不过来，直接推平了，只能正面打，正面打你们打得过你们就打，打不过你们就完拉倒。直接开个大强拆，我不知道对面的人都干啥去了，直接不玩了，直接啊，呀，这行啊，这不玩了，这挺行啊，老树盘根。怎么心态爆炸了呢？这都不是 MVP， 我有点接受不了。